在三班同学来这边户外教学呢？因为台风天要补课，然后刚好这个地方没来过，又可以打一下知名度广告一下，所以就带到这边来，大家可以呼吸新鲜空气，又可以打广告。户外跳舞的效果也蛮不错的哈，很好啊，最少那个掌声会比较多。对，谢谢，观众好多，是一个小型惩罚一样。有观众，有观众，主要是说我们能够推广了，可以推广这个单人舞的好处，一个人就可以跳了，不用舞吧？因为我学蛮久时间嘛，学几年了。老师一开始就开始学了。哦，那差不多八年九年左右，老师有，然后来教九年。对啊。继续想学呢？喜欢运动，每天动一动这样很好啊。是，而且这样跳舞效果更理想哦。也很想跳舞，可是刚好又有这种场所这样子，又配合老师的一些。等一下。是。对啊，老师的教学真的就是让大家都很肯定啊。嗯